唐代出现最早的报纸《开元杂志报》，可惜没有流传下来。两宋时期，雕版印刷发展到了巅峰，民间出现以印刷为业的书坊。但雕版印刷却有个缺点，哎呀，是谁把这块木板刻成这个样子的？这样不好吗？当然不好啊，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你以为这是鬼故事吗？哎呀，惨了惨了，这本书明天就要发行了。我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了活字印刷术，让文字复制的成本大为降低，可以依据发行量的多寡决定使用哪一种印刷方式。明清期间的木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，印刷的范畴也扩及到大众日常所需。与此同时，西方的约翰尼斯·古登堡利用金属字母排列组合，克服了木雕版容易损坏的缺点，迅速普及了印刷制品的使用。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。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演进，印刷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与色彩。好，那我要问你们问题哦。请问中国最早的印刷是什么样的印刷？刚刚有没有提到？雕版的。有吗？有。我刚刚有听到答案吗？有的。是最早的吗？雕版印刷。那你知道雕版印刷是什么时候的？唐朝。唐朝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来坐下吧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，好，那真的中国最早的印刷术是这个唐朝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，好。但是呢，我要请同学注意一下，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是唐朝的吗？不是哦，那是什么时候知道吗？有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最早的？不晓得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，有听过吗？世界最早的印刷技术是西洋古文明里面的弄敦铜印章，哈。然后它距今大概5500多年，哈。然后它其实不是文字的印刷，而是什么？故事，然后图案的，然后就怎么使用？它其实就像滚轮一样，滚过去之后，然后那个故事其实就在里面。所以这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那种印刷的概念，但是它并不是用在知识的传递，它是用在什么装饰，还有用巫术，巫术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，中国最早的印刷术，我们刚刚说过是唐代的雕版印刷。好，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。第一份雕版印刷的报纸叫做《开元杂志报》，哦，刚刚有听到嘛，哈，哦。然后再来呢，中国的第一本雕版印刷书籍叫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》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是波罗蜜心经吗？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，唐代的时候学，就是儒家不发达，是什么比较发达？佛道比较盛行，好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哎，所以这个反而是大量印行，然后是第一本印刷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，接下来要请您讨论哈，雕版印刷是刻在木板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觉得雕版印刷术有什么问题？它可以需要改进。你们这个小组各自讨论，你觉得雕版，我们是说把它雕在木板上嘛？那你觉得雕版印刷术你在使用，如果你是出版商，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呢？好，所以请你们讨论完之后写。没办法重复使用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个大家来讨论一下，雕版可不可以重复使用？可以，这是可以的。对，雕版是可以的。重复使用应该是说，应该是说就是他那个我要印一份报纸，他那个木板印。好，我知道的。同学说他所谓的不能重复使用是，是因为你要刻不同版本的或不同文字的这一块板子就怎样，就不能再用了。所以其实你一块板子印完之后，那个板子，所以大家在思考还会有什么问题？它容易会那个木头会长虫。长虫，然后它会怎样？那就腐蚀。腐蚀，然后所以表示说我今天这个板刻完之后。
之后我就要怎样销毁了，或者是储存起来，储存起来之后就堆放，堆放之后会有重铸，对不对？有很多衍生的问题。好，就比如说你今天印完一本书，可是说你要再版怎么办？再重刻吗？对啊，再重刻又会有什么问题？进步的，是不是效率的问题跟人力的问题？好，所以其实雕版印刷为什么到宋元时期的时候，大家会去想要改变隋唐时期的印刷术？我想在这里。好，那你就知道问题哦。那接下来换你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要怎样改良雕版印刷术？来，小组讨论，怎么办？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磨平，然后再刻吗？可这样还是费时啊。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见解？就是它不能，它只能印一次。把它变成每一个字的独立。哦，所以你这边应该要写每一个字都怎样切割独立，对不对？变成活字，是吧？好，这是印刷术的概念。好，螺字印刷术的概念。好，然后再来体积变太大。那你切割之后是不是就好一点了？好 ，OK。再来保存，选材改变嘛，好。然后呢，第五个，一次就必须成功。可是现在如果，所以刚刚我们提到，如果它切割之后，是不是就很多问题可以解决？好，所以你这边的，那有没有同哪一组是有不同的？除了切割，把文字切割之后。就可以解决雕版术的雕版印刷术的问题，还有什么？有没有同学有？用铁材的衣服。用铁材，所以你认为那个用胶泥的部分比较不好？你认为胶泥有什么不好的？胶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胶版还是会磨损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觉得铁就不会磨损了？那它会生锈，那怎么办？可以用钢针。很多问题哦。我们有没有小小发？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帮我们修掉。这个部分你还是得重刻，所以不断的重复同样的动作，不断的在刻写不同的文章，其实真的是费时哦。所以后来才会有所谓的。北宋毕升他就很聪明，来，请我们回到课本，我们把课本里面的重要内容记下来。在北宋时期的时候，毕升他就针对这个问题，他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哈，那他就是把文字进行所谓的切割，然后发明了所谓的什么术？活字印刷，好，活字版印刷。好，那他的改变呢？他使用胶泥的版，好，所以这个刚刚同学都有写到喽。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同学可能不知道怎么写哈，那所以老师有引导出来，就是文字需要切割，切割之后你的字就可以怎样比较灵活的运用。那再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一本书里面要不要有图片？要。没有图片你会怎样？不想看，看不下去。当然还是有纯文字的啦，好，那多少要有图片。那如果当你的活字版印刷改良了。但是问题是图片你怎么办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今天我们全面改成新的一个技术方法，叫活字版印刷。但是图片怎么办？可以把那个女生就是可以像是娃娃一样，就是头就分一块，然后有不同的形状。啊，你还是把它切割嘛？也是不同的形状，这边可以。可是有时候画面是连续这样接起来，就怪怪的哦。啊，拼图的方式，就刚刚同学讲的，把它切割，好像也怪怪的啊。可以，就是女生固定长那个样子，然后男生固定长那个样子，什么东西都是固定的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书籍有一点贫乏乏味？好，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啊？不能解决。所以雕版印刷术有没有因为活字印刷之后就不见了？没有，它反而在那个什么图片的部分，它发挥了比较大的功用，因为它基本上那个图片的部分还是不能被活字印刷所取代，所以其实雕版印刷并没有用活字出现，然后它就不见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还有什么困扰？你觉得活字印刷术文字切割了，请问中国文字到底有多少字？超多。其实你会觉得西方的文字比较好。比较简单，因为 ABC， 然后怎么样拼就可以拼成一个字，对不对？
但是中文可不可以？部首全部切割，然后这样拼，好像不行，有些字还拼不出来，所以要特别磕，对不对？那中国的文字这么多，你们现在学了多少的单字啊？我吗？好几，有上万的吧？上万字有了，那有上万，至少上万字的字，你在今天假设你是排版工人，我今天有上万个教你的活字音，所有的字全部排在你面前，然后今天你要排一篇文章。不找到字，用部首啊。好，来，请大家讨论会有什么问题？找不到。来，赶快写下，大家讨论一下，你觉得活字印刷虽然改革了，但是它会不会还是有问题吗？它的问题在哪里？找不到字。好，那这一组是有特别的不同的吗？哎，没有，是你们的。有没有其他组有不同的？三维。可以把它摆放在一起，好，所以声韵。好，那因为以前没有注音符号，也没有那个笔，没有那个读手，所以它就是只能用笔画或雷同字或者是声韵的方式来进行排列。好，那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们很厉害耶，没多久就破解了。可是你知道北宋发明活字印刷到什么时候才改善了这个问题？元代，是好久，所以你们还蛮聪明的。元代的时候，王祯他做了一个改良，哈，那他认为活字印刷术中的泥版活字，他改用木版，木版制的活字取代，哈，因为他觉得泥版不是那么好用，他改用木版。然后呢，他想要让活字更有效率的时候，他设计了这个轮盘。那你仔细看这个轮盘，轮盘它就是可以转动的，所以当它这个就是依照声韵好排列，然后以字救人。什么叫以字救人？什么叫以字救人？就是我今天我要排版，然后我要找字的时候，我就转转转，然后嘞转到我要的，然后就把它挑出来。那这个声韵其实上的大概就它会分批次嘛，好，就第二十、第二十一、第二十二，好，那它的韵脚是用韵脚来分，然后你很快就转到之后就比较容易找，从一百个里面找跟从一万个里面找哪一个会比较有效率？100，当然是从一百个。好，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中国人智慧好就是很聪明的？好，那接下来再来看哦，就从宋朝到元朝的时候，印刷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活字印刷的体验哈。那印刷可以分成，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印的时候，其实分成两科分印科。刻出来的，就是九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请他们刻那个他们自己的埃及文字，埃及姓名。好，那埃及姓名怎么对照呢？因为他们就是埃及文字有 A B C， 其实可以对照到英文的 A B C。然后他就用自己的英文 A B C 再对照回去那个埃及文字刻出来，刻凹的，所以凹下去的我们把它叫做什么？阴刻。然后整个阳刻凸出来，有没有拿到凸出来的阳刻的请举手？你知道你们这组吗？你们那组呢？阴举的，你们是阴刻，那你们这组呢？来，我看一下，对，这是阳刻，好，好，来，那大家可以交换看一下，等一下可以交换看一下，好。所以这是。一位成员，帅哥美女组来，你看出一位什么？方向可能要注意一下。
跟你平常书写是整个倒过来的哈，所以当你在刻印章或者是刻任何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左右是得颠倒的，所以印刷术有没有这么简单啊？好像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体验一下，感觉一下哈。好，那再来，接下来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。来看到美女就这样哈，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说哈，有木板、胶板印刷术，就是印那个签字哈，你想要印什么，你就可以印，然后它甚至还可以购买哈，那因为它以前是那个什么，好像是联合报的那个。就是印刷厂哦，可是现在就是大家都不用铅板印刷，就留下那些字其实都还蛮珍贵的哦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有些字如果坏掉，它还是铅板还是会坏掉哦。那铅板坏掉的时候怎么办？来做一个。对，就是融掉之后重做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目前他们就是还是仅存的哈、哦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老师手边现在有去日新注制哈。我们来看看真正用铅板印过的感觉是如何。好，来各组组长来一下，就其中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来拿一下哈，那请小心保存哦。好，你们看看他们的，这个是印一张。我的情怀，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反而是很感动的哈。然后再来有很多那种要结婚的那个亲人，他们都会去买这个字，然后自己印那个喜帖。好，所以就是可以自己手做。所以他这边都有推一些就是一些行程活动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是可以去看一下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没问题。没有吗？好，那我们这边，老师再给你们体验一个哈、哦，就是说，刚刚放下去的纸，请不要印哦。这是老师去日本。